kemarin COVID ya, tema pikiran di mana komedio di hal itu karena bukan ke TV tentang古老前人从历史调从这里啊地啊但关系属于历史调但管理会说一调啊为了告诉大家最后一调啊但古老前人一共一千年共你得心，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核心来讲，今日是咱老朋友。林林兄弟信仰天书也是咱一年一度修德大典更加让咱感觉无限尊敬的所在就是咱西关山以和信德以家建设六成的大殿，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家道的乡亲，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光山，看着这栋遮尔啊伟大的建筑物，是咱干老先生，以及咱邱副理事长，各位乡长书，各位乡亲的贡献，付出之下，以台湾的贵宾南华，不共性能。在一贯的多工作底下，看你未来建筑，也看到你在那边，另外注意，我们追求新鲜、尊严的一贯的人民多的信用游戏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老天爷甲各位热心的付出，伫咱台湾上界水的和平区乌山头和平区。在咱台湾上代历史悠久，也上代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万山以和信德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信德，这是咱台湾。不仅是咱的核心的公民，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民。这不是咱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名啊！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核心，所有贡献牺牲的。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
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我们的老母亲母，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以及在咱隔壁高阶艺术行业，要把咱这个所在的风景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推动，吸引国际观光客，大家的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00万以上，这样游客来，除了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游行镜头。咱希望咱这个一贯的信用的中心，所以我相信未来，你这个所在有真多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个道理、信用的真理，会当让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加祥和，更加安定。每一个人人生会当得到更加多的祝福，而且，将来咱老爹爷永远是祝福。各位教科书，各位老师，表示10万的感谢，您的付出，让咱这个社会也是和平生产。啊，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老师，以及咱的贵宾、咱的朋友，本来总统，以及我们台台前的另外各位朋友。